咱有什么话咱放桌面上说。你还研究过双关啊？啊，那咱们就放在桌面上说啊。哎，这么大的一个孩子了，昨天上课还让我抓着偷吃干脆面。高三了，他在课上吃好几次了，吃的什么味儿的呀？鸡汁味儿，这是重点。那您接着说，重点是啊，这个孩子，我无论是怎么纠正他，他就好那么一段时间啊，过一段你想吃可以吃。孩子吃的，我吃什么？您接着说。过一段时间啊，又恢复原状啊，反反复复，您直接吃就行，没事儿。我稍微垫吧一口，垫吧。谢谢您。哎呦，有点饿。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？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哈，这就跟昨天上课见过似的哈。什么？小明背着我也烫头了？这是重点啊！我回来了。哟，我爱人。太好了，我跟孩子妈妈聊聊吧。